睛一亮，吸引大批人潮来寻宝，同时也炒热商机。TVBS 新闻连线刘轩，台北怎么等？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黑色手套，脚踩高跟鞋，露出细长美腿。女星 Melody 音乐成为网络节目七月号的策展封面人物，展现完美穿搭。我喜欢穿就是浅色系的，然后像 linen 是什么材质？就是像麻料的那种很凉快的一些洋装啊，然后上衣啊、短裙啊这样子。我觉得夏天还蛮开心的。天气渐渐变得炎热 ，Melody 不止分享夏日穿搭，还公开消暑小秘诀，就是穿的少一点，也分享自己度过夏天的方式。每次到了夏天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就是应该在海边，然后很开心的过暑假，然后什么都不要想，不要想太多这样子。然后旅游也是一个很开心，夏天是一个很开心旅游的季节。说到暑假就想到旅游，不过同时也要注意防晒保养。防晒很重要，我觉得防晒要戴帽子啊，然后穿袖套啊，然后擦这个 SPF50 的防晒。